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早上呢，刚刚在这个浴室里面努力个 get ready，然后现在我的小伙伴给我编了一个拳击辫，中午上课的时候学的。然后今天呢，就准备穿这一身儿，噔噔噔噔噔，感觉真的是可以去干啥来着？可以，真的可以去打拳击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了，箱子拿好了以后，直接就去换下一个酒店。在 check out 之前要再看一下这个酒店啊，这个是我们当时在网上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这块很好看。我们在这儿刚刚拍完照了，但我觉得我穿这一身跟这好像不是很搭，它特别适合，所以刚刚给它看。走啦，但正式要跟这个酒店 say 拜拜了，我们就弥格罗见。前方100米靠东行驶，下。又到了弥格罗，天哪！刚才楼下人超级多，我们等了好久，有可能现在是因为就是健康码的问题。好像外面竟然下雨了。尼格罗，再跟大家看一下 room tour 吧，虽然说大家在去年已经看过。哎，我们俩居然又是一个大床房，这次是分不开了。我们本来订的是一个双人间，但是呢他现在房子没有好，所以就给我们就升级了一下，因为这一个就是楼层比较高一点，然后我们应该下面就直接是太古里那边，好棒，那边晚上应该特别的亮。然后现在外面有点下雨，应该一会儿就会停，是那种阵雨的感觉。他给我们送了一盘水果，我现在好饿，等下把这个香蕉给他吃了。直接从这边过来就是他的浴室，然后这块也有一个大的浴缸，这边也是大理石，这是洗手间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沐浴间。然后我们今天中午要吃的就是大宅门火锅，因为大宅门火锅我在发微博的时候总共有5-6个小伙伴给我推荐，然后 Vicky 也说大宅门火锅特别的好吃，所以今天中午就吃大宅门火锅。现在已经2点多了，时间感觉有点紧张。我们到了巴蜀大宅门火锅， Let's go。 你好，现在营业吗？我天，我们现在来的这个时间点完全没有人，包场了，肥肠节子，麻辣鸡尖，小酥肉，我的爱。哇，这么大，熊猫的油太可爱了。灵魂呢，就是要加醋。我们的菜上了一部分，这边呢还有一些菜。这油刺啦刺啦的声音都要流口水了。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特色，叫山椒牛肉，然后肥牛，然后这个是肥肠节子。山椒牛肉好好吃，它山椒味特别浓，而且牛肉贼嫩。而且我们吃到现在发现，就这个汤底，它是越熬越香，而不是越麻，而不是越熬越辣的那种，就越吃越好吃。太好吃了，我天！大家看一下刚才的肥肠，直接变成这么大，好大一颗，而且各种口味，我觉得也是火锅的灵魂。然后这个是一个醪糟冰粉儿，哇，这个冰好碎。大家
家猜一下我们总共吃了多少钱。哒哒哒哒，总共吃了301。爸妈吐槽，这家单子太好吃了，嗯，大家推荐真是太棒了，全世界最好吃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哎呀，在那个人民公园想来喝一个茶，结果发现这块居然有一个荷花展。哎哎，茶社往哪里喝？儿子我会唱诗，我只是跟爹那就是少春月。我们来这个里面呢就要去前面，有没有看到超多人，叫鹤鸣茶社。掏耳朵，这啥？掏耳朵？拿那个掏耳朵？不是。那我往那边走。嗯，好的。吃西瓜吗？哇，想吃。太过瘾了吧！太大了，我天哪，整个全是喝茶的地儿。成都人民真的是太爽了，这边怎么样？真的。这个是我的西湖龙井，然后它的是碧潭飘雪，然后这一湖水都是我们的。就在这种地方，你点一杯茶，然后喝上一下午，特别爽。而且我看很多是当地人，他们就差不多四五个人吧，人家可以在这打着牌，边打牌边嗑瓜子，然后边喝茶。还有湖景。他们不就说成都悠闲，就说成都下午人下午就喝茶，估计就是这种，就很爽啊。晚上打麻将，特别好。我刚刚在这儿走的时候，突然有一种觉得这儿好熟悉的感觉，应该是我们大学来成都的时候，我应该来逛过这个公园，要不然怎么如此的似曾相识，应该是来过。而且今天有很多的那种雾气，因为就刚下完雨嘛，所以就是很湿很潮很滋润。是的，荷塘月色。准备来吃这家甜点，蓝蓝的烘焙店，据说很好吃。我们要一个榴莲芝士，这个奶油芒果好吃。他家都好好看，这太像橘子了，一模一样哎。芝士特别的黏，就是那种重芝士，嗯，而且很丝滑的那种重芝士。哎，我觉得越吃越香哎，它奶味特别浓，上面是百香果，下面是榴莲，嗯，是吧？香果酱，好吃。喜欢榴莲的人可以尝一下。
我感觉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甜点就特别治愈，特别幸福。嗯，成都人民太幸福了，大家一天要感慨100次。你说成都人长得又好看，又好吃，肥又长，还可以吃好吃的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在这个天府熊猫塔，然后这边呢就是3398，对吧？339，这个塔好高好高好高。我们现在要去这一家店。贼便宜的那种金球球的味道。现在是晚上的12:05，不对，应该是第二天了。今天的最后一顿啊，这块有一个马路边边，之前有小伙伴给我推荐过这家，但是因为这家店在西安也有，所以这次就不来打卡他们家了。要吃这个，就这家礼部馆粑粑烧，是包浆豆腐。哎，我也想吃包浆豆腐，看着好好吃，跟我想的一样。点个包浆豆腐，真的假的？这包浆豆腐是很好吃，包浆豆腐一般，三个人都看上了这个。烤茄子是烧烤的灵魂啊，好棒，好香啊！蘸一下这个料，哇，这个是今天最期待的了。这怎么像个火锅？这里面居然还有鱼肉，而且是那种肉片儿，像是那种新鲜切好的那种。感觉应该我不爱吃鱼肉，所以我觉得这有点腥，我觉得有点腥。我觉得很一般，不好吃。今天的战果就是只剩了两串玉米，剩下一串，那你吃了，厉害厉害。